我家的败家师傅啊，回来才没几天就有包裹了啊！老婆，你又买了什么东西啊？啊？买的，让我看一下，泳衣。泳衣啊，你不是有泳衣了，又买泳衣？那我喜欢嘛。喜欢也不能这样，你家这一套三套了，干什么？天天游泳啊？我爱买，你管得着吗？切，对你无语了。你帮我看看好不好看？不想看。泳衣穿好了，叫我老公看看。老公，干什么？好看吗？我这泳衣不好看，不好看，难看死。不是挺好看的吗？你看，哎，很显身材。你有身材吗？啊，显身材。我觉得挺好看的。你看，你看，还长袖的一个泳衣，还长袖。它就这款式嘛，现在很流行这样的款式。不好看。你说真心话吗？真心的啊。难看死了。哪有啊，好看，很难看。我们去游泳吧，好不好？现在去游泳，几点了啊？现在去游泳。哎呀，我回娘家十天了，你看，浩浩也想去，我都想去游泳了，要去好不好？不去，都几点了还去游泳？哎呀，你那卡办了不是白办了，不是钱浪费了？走嘛，你看你儿子都想去了。走，烦死了，娘家。水世界，我来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萱萱。自从我上次回娘家十天后，我有半个月没来水世界了。咱不能浪费这张卡是吧？不能浪费钱。今天来玩的人不多，因为我来的比较晚。今天来玩，我来挑战这个大的滑滑梯，挑战一下。现在我要挑战的是这个最高的滑滑梯，你们看看，恐不恐怖？是不是挺高的？现在我来挑战一下，我要下去了。好吓人啊！还好上面不是很恐怖，下面越来越恐怖了。我到了，还好不是很恐怖。你们看，某人一直在看美女，看了很久了。你在干什么？没什么，游泳啊。你在游泳？我看你一直在看美女。哪还哪有？现在还在看，还在看。那边都是美女。哪边算美女啊？那边不是有好几个美女吗？哪边算美女？你儿子呢？他不是坐在这边。就在这边，哪边？哪里去了？哪里去了？叫你看儿子，你都不认真看儿子。在这里。你也好意思讲的，在这里能去哪里了啊？能去哪里了？哎，还在看。阿窝，跟你说话呢。那干什么？我要干什么？我看水里啊。他儿子他在那边。我会看着的啊。麻烦你看好他行吗？好的。注意安全。好的。